在林部局南投林管处的持续监控之下，洪台过后经由空中的勘查，已经确定位置下一大路溪以及丹大溪上游的两大堰塞湖，在洪台大雨影响下已经冲蚀去。我们的监控的动作都是有在持续的，包括雨量跟下游的这个水位的部分啊。下游的部分的水位的话，也都没有这个超过所谓的警戒水位啦，所以这几天哦，找一个气候比较好的状况之下的话，我们也会再进行后续的一个现场勘查作业。在麦德姆洪台来临之前，信义乡第二村的山区形成了两个堰塞湖，一度和第二村民是真烦恼，都会担心啊，因为像我们这样子离西边那么近，而且山上又是很容易有土石流，一下大雨，只要每一年台风，我们都会怕。那个下来真的吓人，每年我们这边的那个都提心吊胆。我们这边下雨的时候，我们赶紧离开那个菜园。好佳哉是因为洪台持续雨量，好堰塞湖出水量过满来倒倒流失去，好第二村民拢松了一口气。因为堰塞湖那是帮台风是炸开，就一定会造成第二村的土地损失。我们过去陶之峰在所流失过的土地，绝对保证绝对会再一次的被冲刷，而且我们会失去了这些财产。这亲像是无定时炸弹的两大堰塞湖，在经过南投林管处的空中勘查之下，确定丹大溪冲蚀去，下一大路溪面积缩小，而且继续流失中，下游村落居民也拢会当放心吗？记者金鹏川采访报道。